来，我们来看题目。某深色德弹簧就是所谓的虎克定律啦，下学期会教的。你不需要学虎克定律，你只要会看表格，你答案就出来了。我想过你不需要科学知识嘛，你会看表格你就会做了。啊，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啊，第一个有没有过原点？第二个是不是成正比？第三个五克之后全长几公分？然后不加外力的时候是多少？请问你哪一个是对的？哪个是对的？过原点看就知道有没有过原点嘛？那、啊、有没有成正比看就知道嘛？我变两个，这里有个小问题，这小问题就是如果未来教虎克定律会有条件是一个叫全长，一个叫深长，原来十公分，后来十一公分，深长一公分，全长十一公分，会有这个差别啊。那不过这个我还没有教，所以就先当做你看就知道了。好，帅哥美女，停车站借问。来，我们要抽签，我的签呢？在这里，啊，十一号。你选猪哦，请坐下。答案叫做猪。B 选项是啊 ，B 选项是伸长量跟外力成正比，不是全长。A 选项看就知道没有过原点。C 选项等一下要问你，等一下要问你。然后呢？然后那八公分呢？八公分怎么做？每增加二，增加一嘛。啊，每减少二，减少一嘛。不挂外，没有外就是全，就是原来长度嘛，原来长度嘛，所以就 burn 嘛。OK， 简单小问题嘛。来，可是。C 选项你知道答案应该多少吗？五克重应该多少呢？五克重应该多少？啊，他那个答案是错的，对不对？请把它改成对的。他的答案是错的，请把它改成对的。今天要换大帅哥是吗？帅哥男，二六，二十六，二十六号帅哥男。多少？十点五啊！请坐。答案叫做十点五。为什么呢？每增加二，增加一嘛。五是加多少？加一嘛。加二加二要加一，加一呢？零点五嘛。十点五。十点五。当然讲过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人家是问全长还是问伸长？如果伸长是多少？ 2.5， 因为原来8嘛，所以伸长是 2.5。 要注意他问的是，但是那个理论上是下学期教虎克定律的时候才会跟各位这么仔细的说。反正就告诉你说，你没有学过虎克定律，你只要知道如何处理表格，你答案通通都会弄得出来，叫做表格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的练习08。 OK 吗？ OK。